假吃太多了吗？是时候该运动了啦。哈喽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其实没那么难，我是 Dash。 假期过后大家是不是后悔莫及，因为太放纵了。今天就要教大家几种运动和维持饮食的方式，就可以快速恢复体态哦。欢迎我们的运动营养师宇豪师。嗨，大家好。老师，运动营养师是什么样的职业啊？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国家高考高考的营养师，那只是因为现在运动风气越来越盛行，很多人不是只是想要瘦而已，那还想要有线条，要好看，甚至达到更多的健康。那所以我自己本身又去考了健身教练证照，来帮助我们的学员可以达到他理想的体态跟健康。老师，那你快救救我吧！好啊，那待会我会教大家8招，在家可以简单的运动，然后呢再搭配饮食，如何可以达到理想的体态跟健康。好，我们赶快走吧。老师，那我们要做哪8种啊？我们要做 HIIT 的模式，对于一般比较没有时间运动的人来说，燃脂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好，对。那我们赶快来开始。好，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叫猴式深蹲，猴子的猴，招式的式。对，那预备动作呢？首先我们先脚两只脚在你肩头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蹲下来，两只手呢伸直抓在你的脚掌前侧，在大腿内侧，放在大腿内侧。对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起立站直，膝盖尽量伸直，重心全程都在后脚跟往下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叫做弓步蹲加肩推。来，首先我们先往前画一个弓步蹲，蹲。注意你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好，起立的时候顺便加一个肩推。推。好，回来。来。OK， 那第三个呢，要训练我们背部的肌群。好。来一个。然后呢？起来的时候只有你的肚子在地板，你不要肚子碰到地板，其他的部位都会离开地板。来，我们先做一个超人式，来吸。推。没错，对，离开地板。好，手肘往后夹，背部肌肉夹的感觉。Thank you.
来放松。加速，快结束了，最后十秒，加吧，好的，还有，可以结束 ，OK， 结束，休息。戴勋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我终于做完了。那你知道你现在只做了减脂的20%吗？20%，快听错。待会我带你去看80%在哪里。你，我80%呢？80%那么辛苦。80%在这里啊。营养。营养师，原来是营养。在运动后马上吃东西，其实最不容易胖的时候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跟一些蛋白质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去便利商店，你可以买一杯有糖的豆浆，或是茶叶蛋。哎，我知道了，20%的运动。再搭配我们80%的饮食，这样就可以维持好体态啦。其实没那么难，下次再见喽。